然后最后我还是决定要去夜市一趟哦，因为补血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。哎，对耶，小狗卡，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去参加那个抽那个的活动？来来来，我们去抽看看哦，抽个强烈灵魂精髓啊！哇，用世界移动卷过来耶，应该是没什么人在解任务啦，因为人物太少了，它不像老。哇，你看，你这样娘啊你啊！哦，帮忙。我不小心回家时忘记帮想吐买鸡排，然后好想吐就直接生气把我丢下走了。希望你可以帮我求得想吐的原谅。好了，那我要吃鸡排。我们回建村。究竟这一抽会抽到什么呢？噔噔噔，一样大鼓的比赛加塞林的妈，算了。这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哦，还是不要抱持的太哇！灵验绷带才50000呢，好，那个老夫一个好几百万。精英聚集点得出来吗？标靶目前还不需要啦。然后剑雨风暴其实点出来以后我都没有在用，回风恐惧精英聚集1、2、3、4，可以耶！有精英聚集就好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喂，我是有点想要点狼啊，像现在走路就有点慢，可是狼其实也只有在走路的时候用得到，忍忍啊，现在已经有无限加速了。进入夜市，哦，我觉得夜市卖的东西真的是补超多哎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120等，所以可以吃120等的。夜市冰淇淋一个补2500哦，而且它没有很重哎，一个0.2，1500，10个15000，100个150000 ，shock 啦。然后棉花糖可以补250哎，100个 ，shock 啦哦，好像不用那么多啦。然后冰淇淋再多一点好了，再100个，37万，便宜啦，这些应该就很够我吃了，吼，舒服。好了，满足了，回家。哇，有核心元件了耶，一个40000。等一下，他怎么这么多？790，要修哦。他怎么这么多？如果是主线的话，一个人物应该不到100个，我有点忘记了，应该是接近100个啦。那这个应该是解了十几个人物才有的。哇，好凶哦。他说什么？谁能赞助炼金转职最后阶段材料？我好像要找到幻想花哎、欸，幻想花2朵，给他1朵，另1朵自己留着。他在吗？在吗？不在我就不要了哦，毕竟还要2500哦。跳过材料，好，算了，能不能转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这里有飞机耶，直播4500。我怎么觉得有点小贵？没关系，我身上的世界移动权还有很多，我们就飞到石波去吧。我们今天想要解一个无名岛的任务，因为无名岛的经验值也是很多。这个幕府，然后我们要去无名岛的话，要去中间那里搭船，就是地图上面那个十字那边。我又好想骑狼哦。哎，这里是不是可以偷解个直播任务？笑死！我是觉得一路打下去应该没有到30只那么多啦。哇，其实还蛮多的。喂，偷打一下，要不要去无名岛？等一下，又有了。
那我在这里打到30只再走好了，不然应该是不会再来这里了。然后回任务的话，有机会再回，没有机会就算了。可是我好懒哦，善变的男人，不好意思。啊，这就是无名岛啦。然后伊甸园的任务 NPC 直接在门口，还有三个，我们要击杀蓝女腐尸跟屠杀腐尸，还有那个二号女妖。最后是那个叫什么行妖，行妖术者。OK。哦，骷髅头看起来就很贵，我们直接进去吧。修道院一楼，我记得这一楼就要把那个女妖解完。有狗欸，狗会掉魔物饲料欸。魔饲料可以吃欸。好，放上去。哦，很多只。啊，打不死哦。都碰？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那个叫什么？我直接忘记他那个叫什么东西了，那个道具。以前转身 CP 值很高的，可是开放三转以后，那个就成为垃圾了。现在还是垃圾。防水套？算了，没关系。你打不死我，有点介意耶，而且他会放森林召唤。先把这个吃完好了，我看制作剑可不可以做出什么东西。骷髅头可以做，那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诅咒的剑士，算了。哦，好痛哦，1000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幸运点上去好了。如果吃到爆伤，不知道会不会就打76000，好像可以。有吃到爆伤，它就可以解决掉。差不多要来换一下我们的冰淇淋了。哦，不是冰淇淋啊，棉花糖。现在154，它可以补250吗？哼，600多，它补。450左右欸，好凶哦，那个补品。好 ，OK， 夜市冰淇淋。哦，一个就满了。来吃一个。等一下，他怎么补那么多？我刚刚血剩1/3，然后他也是补满欸。这个会不会有点浪费？应该不会啦，可惜没有银剑士。我没有料到这一只怪血量会那么高。女妖好像解完了，那我们要往下一楼前进了。哦，快死了，然后就补满了。这不愧是夜市的冰淇淋啊！那其实这边有一点难打，因为这块地图有两只远攻的，这个人不会动。剑雨风暴不会死。我三转技能比二转技能还要弱。哎，屠杀腐尸完成。哼，他真的是一次补满哎，差两只，差一只，有了，下一楼。其实我对他雕像还蛮好奇的哎、欸。
好吧，看不出个所以然。没事。这里就是有苍蝇王地。哦，他刚火球术打2000多哎，痛哦！完蛋了，我要那个圣属性的剑士。哎，他火球3000多，超痛，太夸张了哦！要怎么打？金狙击，有了，哼，有了哦，快点快点，趁那个金狙击还没消失，赶快多打几只，还是没有死，等一下，飞的，飞的，东西先不捡了。跟时间赛跑，15只了，蛮快的。但他经验值没有说很高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多打一点，多打一点。还数了。其实我只是在把魔耗掉了，因为回去回任务一定要升级了，所以想说这里魔耗也耗掉。哎呀，我给他不小心死掉。哎，没开呆呆，爽啊！然后我现在真的超好奇，那个夜市冰淇淋可以补多少？现在刚好没血。哦，没有满，他可以补11000。那我 VIT 21，他补11000。哎，对耶，我们又到死波了。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来这里了。我们是不是顺便把死波任务也解了？完成了。121的回完估计是123。期待物品太多啊！怎么突然100个了？丢，丢，哇！现在丢这些都不心疼了，虽然也没有多少钱呢。啊，121的51%，你先回第一个。123，等一下他升两等，哼，他直接升两等。哦，2个硬币啦。第二个，124，125，哇，125了。我本来想说要去解神殿的一点任务的，好像也不用解了。走，回家。